进入三月份，春天的脚步悄悄到来，林口地区可以看到许多地方樱花正陆续绽放。尤其在社区运动公园内靠近小熊公园旁的步道两侧，樱花盛开得相当美艳，许多民众都会忍不住在此驻足欣赏，甚至拿出手机拍照留念。每年的二到三月正值樱花盛开的季节，那林口区也有许多景点都有种植樱花树。那像是我们的社区运动公园，在靠近小熊公园步道两侧，现在正值樱花盛开的季节。那除了步道两侧之外，社区运动公园的周遭也有种植许多樱花树。那除了在社区运动公园之外，在竹林山观音寺的周围也有许多的樱花树，现在樱花树也陆续在绽放中。王秀华科长指出，林口竹林山观音寺四周的樱花也正值绽放，寺庙对面的公园内一颗颗的樱花盛开，景象相当迷人，同样也是吸引不少民众前来观看。那在林口区不止许多的景点，还有街道都有种植许多樱花树，那樱花树的种类也很多，有山樱花，有吉野樱等等。那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机会到我们的各个景点走走，一赏我们樱花盛开的美景。王秀华科长表示，民众可以趁着假期前来林口竹林山观音寺走春祈福，同时也可以前往各个景点欣赏美丽的樱花，现在正是好时机。记者胡宇轩，林口采访报道。